连接彰化县埔盐乡与二林镇的太平桥，为两乡镇之间重要联络道路，因年代久远破损剥落，造成大梁下陷。为保护用路人安全，彰化县政府首次与社团法人嘉义市嘉义行善团合作，于2017年举行动土大典。县府为感谢嘉义行善团出资，特将太平桥改为圆顶桥。真感谢吼，感谢，嘛真感谢代表彰化县，咱这县民感谢咱嘉义行善团，感谢咱的理事长，这做善事，予我感受着讲真无简单啦吼。啊，所以吼，大家拢来做善事吼，一百两百加减，咱也管了有条文吼，人因经费都有吼，因出力，咱大家来出钱，咱来铺桥造路，做善事。历经一年新建的圆顶桥，终于在今年11月18日举行通车大典。这座桥是行善团新建第563座桥梁，通车后可有效疏解二林镇与埔盐乡的通行往来受限，让乡亲有一条又新又好的桥，并能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座桥梁是在106年的11月24号动土，然后就开始进场，我们以最快速度，今天就全部完成落成了。当然了，这座桥梁的完成啊，对我们二林镇跟埔盐乡这边呢，所有的居民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这座桥梁啊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完全是我们行善团第一座的钢构的 I 型梁。第二个特色就是这护栏哦，融合我们地方上的特色。你看这个春牛图非常符合我们地方上的以前农村的面貌。1965年，由一群默默行善的人士创立的嘉义行善团，是国内一个以造桥补路为主的社会公益性团体，至今已新建近600座桥梁，让全台各地的居民能拥有一条便利安全回家的路。最初我们的这些老前辈他创立的目的是利用晚间补那个道路上的坑坑洞洞，然后我们创立之后一两年之间啊，刚好我们嘉义县有一个山区有一所学校，下午放学的时候拄着塞北风，在回家的途中路过那个社溪，结果一对姐弟不幸被溪流冲走。行善团的这些老前辈啊，就非常震惊，就觉得说，哎，那我们行善团啊，我们不仅是要做补路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来帮比较偏远的地方、困苦的地方，施作一些桥梁。我们目前所做的范围都是全国性的，照顾偏乡、照顾弱势的族群。嘉义行善团造桥铺路的足迹已遍布台湾各地，利用百元的力量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人挽起袖子，共同把自己的家乡建设的交通安全方便，促进经济繁荣。然而国内目前有3个以行善团为名的团体，甚至有恶意人士冒用行善团部分里监事名义，向内政部登记成立中华民国嘉义行善团，想要故意鱼目混珠，假借社团法人嘉义市嘉义行善团名义来吸收社会资源。理事长呼吁民众要多加防范，别让自己的爱心被利用。我们是唯一一个合法的真正的在做造桥的工作。嘉义行善团目前为止，我们符合我们中国的四大善行，造桥、施棺、补路、济贫，这些工作也是我们未来要的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要朝向这4个服务事业，继续的来为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偏乡弱势族群来做更多的事情。做好事不能只出一张嘴。无论是在造桥、补路、施棺、贫困扶助，嘉义行善团秉持着身体力行，每位前来参与造桥作业的义工，个个都如郊游般快乐。这种行善方式和一般捐钱、捐米或注印书籍的善行是一样的，但却显得更有意义。